普拿藤肌力，深入渗透，快速有效，快用普拿藤肌力。大冰美贝抚平贝肉魔奇 X。Hello， 大家好，我是蓝斯。今天咱们来快速复盘一下滔博和 DRX 的比赛。这把 BP 其实又已经输一大半了。滔博的 BP 突出一个自信，甚至说有点自负。首先，红色方故意扮剑魔放女警，让龙叉来打下半区，然后反手拿德莱文泰坦去解女警这个点，思路是绝对没问题的。阿水的德莱文也支持能这么玩。但后续 BP 犯的两个超级大病是关键。首先，第二轮不扮布龙，反而去扮了大头辅助。大头辅助就算能放炮台挡钩，也只能算是半个 counter。只要泰坦到六用阿锁投，配合打野也是稳稳提款。反过来看布龙，布龙一个亿能吃死泰坦钩加德莱文斧头两个点，一级克到十八级。滔博不可能不知道布隆康特德莱文，因为季后赛他们打 EDG 的时候就是用布隆干碎的 Viper 德莱文。这半大头放布隆的原因我实在无法理解，难不成原神训练哥用大头辅助杀疯了？二是过度自信，二轮选人先拿位，这就导致纳尔被龙叉反手拿去了，大黄康特伟只能选个贾克斯打纳尔，非常吃力，导致上半区对线压力很大，很有前几天 EDG 康特伟拿奥恩打剑姬的味道。我看到这人都晕了，康特不明白就别留康特位了，先抢万金油英雄不也一样的吗？虽然我知道抢位肯定是想配合泰坦硬搞下路，但这手位完全可以第五手再出，先给上路拿万金油纳尔，让上路自己玩，因为对面是没有办法拦你选位的。而且位这个英雄之前 RNG 和 EDG 已经踩过一遍坑了，这英雄到世界赛真没那么好用。 BP 这两个点一出，滔博的进攻节奏就很难打了。你想帮德莱文提款，位加泰坦是锁上去了，但德莱文脱节跟不上，缺输出，关键技能被布隆一挡，被动提不到前加速起节奏，对面中野反过来一保护，下路直接崩盘。像这种情况下，要么你沙皇利用前期线权亏点兵来下路四保二，两个锁头，就算德莱文不能补太多输出，再来个沙皇补一下输出总行吧。要么你就放弃沙皇这个点，交换一下中野顺序，第一轮放沙皇给对面，自己拿破败王或者男枪这种输出高一点的打野，这样去下路越塔加辅助锁头就不容易缺输出。然后第二轮给中单选维克托打沙皇， EDG 刚才不就是这么打的吗？虽然效果不是太好，但也不至于不能选吧，或者干脆直接上妖姬打沙皇，前期进攻性拉满，大树不是办了吗？没人限制你，怕个锤子。你说都选德莱文了，还搭个沙皇后期大河干嘛？德莱文前期起来的时候不需要你，德莱文废了的时候你顶不上，对不上眼啊。回头再看上路，七分钟血量太低，不回家被抓死本来就是坐牢，被抓死一次属于是牢底坐穿了。 BP 选的不好，打野不给倾斜，下半区进攻还失败了，换路人局我真的要破防了。这把后面的就不用看了，德莱文这英雄到中心没节奏，针对一次就死一次，想打输出都打不了，快进到水晶爆炸吧。今天我说话比较难听，大家多多谅解，主要是滔博实在是太不争气了。我倒是想看看下一轮滔博在蓝子方的时候怎么打。现在蓝子方的上单必须会玩剑魔，非沃德的剑魔到底有没有练出来呢？别给我整个蓝子方自办剑魔吧，如果真练不出来还得把擎天拉上来打，真的是愁死我了。希望滔博抓紧研究一下 BP 好吧，就算是要打下半局的话一定要梳理清犬人，上单找个好会的英雄别出事就行，打野真不一定要锁到工具人，中单也不一定要沙皇后期大河，交换一下中野属性，中单该选冰女加里奥的时候就选，给打野选个破百万男枪 C 位照样能玩。 RNG 都已经教了怎么打沙皇的作业了，抄一抄啊，倒是不要再搞今天这种有点自负的 BP 了。别跟我说你们的选手玩不明白，我可看见了，你们采访的时候都说今年目标是冠军，想拿冠军就抓紧努力。哎，好了，明天我还有继续更新世界赛复盘，我是蓝斯，关注我，让你知道队伍们都赢在哪输在哪， BP 哪里有问题。感谢你看到这里，辛苦了。源自天然食材养法理念，Hello， 大家好，我是蓝斯，欢迎收看 T1 英雄推荐榜单。在经过一系列大幅度更新之后， 12.19 版本终于让峡谷环境产生了一些震动，艾克、菲兹等英雄强势回归。但你一定想不到的是，竟然连狗头都变得强势起来。赛季末的充分时间不多了，我们直接来看看榜单的具体变化，大家抓紧时间把分上了。上单 T1 英雄有仍然牢牢占据 T0 位置的剑魔，今天我也
31种。营养素、维生素 K2 与精氨酸，骨骼接力成长，雅培小安素。超景颜三效精华特惠组，周年庆抢购中。各位西洋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黄。韩服美服胜率下降，跌到 T1 的诺手，仍然稳定的万豪、铁男，增强后全是上升的内瑟斯，以及剑姬、肾、大树、奥恩，大部分都是大家都熟悉的英雄，咱们就不展开了。论上分赛季末这个版本，肯定还是围绕剑魔、诺手来做文章。包括世界赛上，剑魔也是上单位非班即选的存在，而诺手很多时候是一个保底选择，只要打野不来上，一v一男人大战，他就有很多机会。我们重点聊一下内瑟斯和奥恩。狗头在这个版本获得的增强，肯定是超出预期，很多机会。我们重点聊一下内瑟斯和奥恩。狗头在这个版本获得的增强肯定是超出预期的， Q 技能增加50点射程，让他在补刀的时候舒服不少，很多时候可以在安全位置 Q 兵，而不是顶着对手的消耗上去打。 W 技能降低更多攻速，也让他在中后期有更大生意。之前我详细做过狗头的教学视频，现在版本仍然适用，大家可以往回翻一下。玩法方面，加点主 Q 副 W， 抗压的话前四级加 EQEW， 符文不要点不灭，正常对线点征服者，抗压点迅捷步伐。出生选择三将实验鬼石斑甲、燕恨锁链。狗头有一江湖甲，不缺打前排坦克的能力，三项各种属性对他的发育更有帮助。奥恩现在也是非常舒服的选择，这英雄打大部分上单都有优势，选他你就一定要办掉剑魔，否则奥恩压不住剑魔的发育，有经验的剑魔可以很轻松的砍起，选他你就一定要坦克的。能力三项各种属性对他的发育更有帮助。奥恩现在也是非常舒服的选择，这英雄打大部分上单都有优势，选他你就一定要办掉剑魔，否则奥恩压不住剑魔的发育，有经验的剑魔可以很轻松的砍起来。玩好奥恩的重点是不要漏掉任何吃经验的机会，尽快升到13级，强化装备就能进入强人机质变，加点主 W 副 Q 带传送闪现，出装冰旋冰心、深渊面具。打野这边经过不断砍了又砍，剑圣也让出了自己的野区 T0 位置，整体表现跌到 T1。 现在野区的大哥是增强后的艾克，老二是胜率超高的稻草人，然后是后面的剑圣、凯隐、男枪、螳螂和虚空女皇，还有综合表现 T2 但实际上 T1 上位的蜘蛛。之前强势的雷克赛由于被砍了三点攻击力，已经跌到 T3 去了。打野比较吃思路和野区理解，熟练度高有超越分段的理解就是 T1， 英雄强弱优势没那么明显，因此我个人更推荐艾克和伊利斯。艾克在 12.19 版本增强了被动和大招，前期刷野速度加快，大招伤害更高。在国服这个喜欢打架的环境下，玩艾克的重点是不要闷头刷野，多看线上机会。艾克捡人头能力顶级，前提只要对手半血打出三环就是秒，拿到两个人头就能开始起飞，出了火箭胶带就能带动全场节奏，加点主 Q 复役文在黑暗收割，出装是
I do not tolerate cowardice.订阅 YouTube Premium， 享受零广告的影片和音乐，立即试用。See a trick? 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 One jump ahead of you. 30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 Minions have spawned. Swimmingly! Why are you in my face? Won't catch me.
破自己，为此竟是脚下的泥地，自创了罪，自由犯规，有什么坏处？呜，我们互不相信，何必隔着屏幕？小小的偏见，别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Jump ahead of you.
Enemy killing spree. Swimmingly! Me. Wanna see a trick? Jump ahead of you. You're welcome. Next!
Enemy rampage. Enemy double kill. Come on, let's go!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Catch me. Shark stucks. Slain.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One jump ahead of you. An ally has been slain. Destroyed. Enemy rampage. An enemy is dominating.
健达缤纷乐，哇，酥酥脆脆，绵绵滑滑，丝滑的牛奶巧克力，酥脆微化，含香浓榛果内馅，健达缤纷乐。加西洋棋学院，我是瑞老师。喜欢我频道的朋友们，记得点击订阅、追踪，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未来更多精彩的影片。好，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我们的快棋上分，去逐步迈向我们的最终目标2000分。好，那一样啊，这个快棋有输有赢，所以看到我输棋不用觉得太奇怪啊，我就是不管输赢都跟大家拿出来做个分享。好，那。当然最终我们一定会上到2000，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那过程可能会有些崎岖啊，这个我不太确定啊，但就是这样子这个对局才好看嘛啊，有可能输棋有可能赢棋。如果我老是只分享自己赢棋的对局，那这个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棋啦。那因为是快棋，所以我一样讲解放到最后再讲，那我们就不太多的废话，直接开始今天的对局。好，我们今天是一个黑棋。那我们走一个法兰西防御吧，像比较久没有走这个法兰西，好，这个是一个法兰西推进变式，我们就走，我们当时啊，这个是一个骑兵变化，全新红皮胶原生，这个革命性升级，只要4天跻身10倍胶，然后这个是一个骑兵的骑，我们先把这个点位给保住，他想要通过。烦我，是不是想烦我？结果他发现没有东西可以闪，因为我有后期 F。不是说现在要吃了，是说如果他散步好没事，那我这边可以吃这个饼，对不对？谢谢。
来饮一首老诗，喝一杯老酒，明月啊，别笑我痴，别笑我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与我欢，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Bravo, mademoiselle. Camille Thomas, nommée cette année dans la catégorie révélation soliste instrumentale. Et Béatrice Berru, au piano. Bravo. Et merci.想要零广告，下载音乐并离线播放及背景播放吗？试试 YouTube Music Premium。这一回我问心无愧，雨过后会天晴，夜路不黑是白天的鬼，终末的传奇，雪花的季节伤过自己，是脚下的泥地，是从我最自由犯罪，有什么话我们互不相欠，何必隔着屏幕写下你的偏见，别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别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的小嘴巴不自责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Thank you.
像冷眼与秋蝉，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好心乱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情，我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能共我，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我仍存在心中。YouTube Music Premium 让你可以享受零广告的聆听八千万首官方歌曲，你可以一直听孩子最爱的歌曲，听到天荒地老。试试 YouTube Music Premium。
Bravo, mesdemoiselles. Camille Thomas, nommée cette année dans la catégorie Révélation soliste instrumentale. Et Béatrice Berru, au piano. Bravo et merci.火箭腰带、法穿鞋、巫妖之祸，后面补沙漏帽子、法穿杖。蜘蛛虽然机制略显复杂，这个英雄单挑厉害，抓人配合也强，适合不爱野区刷钱爱抓人的玩法。如果你不玩，我推荐你在赛季末办蜘蛛。国服打野小带，赛季末打单子最爱用的就是蜘蛛。玩法方面，符文带黑暗收割，加点主 Q 副 W， 出装是暗夜收割者或者火箭腰带，前期人头多，节奏好，救出杀人术，后面配法穿鞋、影焰、沙漏、法穿杖。中单在这个版本有小鱼人和艾克的增强，现在这俩英雄在中单位置都开始有声音了。站在食肉链顶端的还是大家熟悉的塞拉斯，后面的 T1 是杰、维克托、威古斯，然后是重新杀回来的南刀和卡特，以及跟在后面的艾克和小鱼人，还有重做后的辛德拉，最近正在适应版本。重做英雄，设计师是不会让他一直待在下水道的。最近的版本里也会重点关照辛德拉，但是从目前的表现来看，辛德拉还是挺弱的，因为中单目前是一个讲究游走和中野联动的位置，几乎所有中单刺客都不是对线强势。现在线上对位单杀有多难，大家也清楚。辛德拉现在和维克托有点像，很多时候要绑在中路刷钱，所以不推荐在这个版本尝鲜。打打匹配还行，排位上分等成熟的玩法教学。我个人推荐的英雄是维克托和塞拉斯。维克托这个英雄属于比较保底的选择，这个英雄选出来你要保证线上有优势，利用自己强大的打钱能力去压低对手血线，就是这个版本选维克托一定要打出来的效果。你在中路刷钱可以，但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维克托的游走效果和什么塞拉斯男刀肯定是比不了的。玩法现在很成熟了，咱们简单讲一下：打近战带先攻，加快前期的出装节奏；打雾开的对手带艾黎，增强消耗能力；加点主 E 副 Q， 出装炉灯、影焰、沙漏。在刺客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塞拉斯绝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首先他在对线期不需各种刺客，自身爆发够，好配合打野，而且刺客多数没控制没回血，这俩塞拉斯都有，可以说是刺客英雄能做到的，塞拉斯自己都能做到。缺点是他的斩杀能力没刺客那么高，游戏初期还是稍微讲究一点操作，不能莽干。玩法方面，主 W 副 E 正常对线带征服者打灵魂还是稍微讲究一点操作能做到，缺点是他的斩杀能力没刺客那么高，游戏初期还是稍微讲究一点操作，不能莽干。玩法方面，主 W 副 E 正常对线带征服者打灵活的英雄带电刑，他们不可能给你叠满征服者的机会。打大招流阵容带先攻，猛猛恰钱。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玩法细节，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看我给大家做的塞拉斯通关宝典，各种打法思路、细节连招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下路这个版本改动不大，最强的上分英雄还是好运姐和卡莎，剩下的 T1 都是手法英雄。卡梅拉、德莱文、图奇、崔斯塔纳都是会玩就厉害。现在已经是赛季末了，设计师肯定要保证大家最后的出分环境不能太离谱。我想好运姐和卡莎应该是能用到最后的，这俩英雄里面好运姐的胜率更高，而且是分段越低越强，因为她对线强，符文带强攻，出装海妖杀手，受益者无尽。
卡莎现在带致命节奏比同人的多很多，但是在选符文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个问题，就这盘游戏有没有给你致命节奏一直打伤害的机会，队友能给你创造输出机会，带致命节奏是没问题的。你比如对面阵容是德莱文、杰、赵信、大树，那你对线期肯定没太多点对手的机会，团战里也要被人追着打，这种时候同人肯定要比致命节奏好。辅助这边比较不平衡的情况又出现了，机器人现在是 T0， T1 还有大树、锤石、露露、阿木木这几位，我推荐的英雄当然是机器人和大树了。锤石、露露、阿木木这几位，我推荐的英雄当然是机器人和大树了。由于设计师这次对机器人的加强太狠，本来给打野位的增强辅助也能吃到，机器人的伤害能力一下就上来了，胜率来到辅助位第一，全服的胜率都飙到了 54% 以上，这个属于异常表现，毕竟其他辅助能摸到 52% 已经算很强了。削弱之前想上分的辅助同学抓住这波福利猛猛加分，那不会玩机器人的你们就直接办掉，别给对面留机会。大树在世界赛上的活跃表现大家都看到了，虽然那是打野位的玩法，但辅助位大树一样可以打出相同的功能性。大树现在是靠技能机制恶心人，辅助位要的就是这个玩法，主 Q 副 W 带余震，走一个半肉半 CG 流出装，前两件搞不崩法袍和王者的板甲，然后出冰心、烟影锁链，拉高技能极速，一前期你就点一级，中后期打团大招树儿子丢起来，保护好 C 位就完事了。接下来是黄金级以下分的 C 位就完事了，打团大招板甲，然后出冰心带余震，走一个半肉半 CG 流出装，前两件搞不崩法袍和王者的板甲，然后出冰心烟影锁链，拉高技能极速，一前期你就点一级，中后期打团大招树儿子丢起来，保护好 C 位就完事了。接下来是黄金级以下分段推荐，上路铁男内瑟斯，铁男稳定，上单位谁都能打，内瑟斯好玩，记得半鸟剑魔，打野艾克剑圣，艾克在低分段胜率很高，学会看地图捡人头就行，剑圣在低分段没受到太大影响，不会打就办了。中单威古斯、菲兹，中单这边咱们专门讲一下小鱼人，受到太大影响不会打就办了。中单威古斯、菲兹，中单这边咱们专门讲一下小鱼人。小鱼人在高分段表现普通，但是低分段已经杀起来了。现在小鱼人七级，搞一点 AP 装备就能一屁股坐死远程兵，清线速度得到了巨大的加强。前期小坐一下牢，中期就能游走起节奏。出装是炉灯、巫妖、沙漏，沙漏现在太贵，不要第二眼出。下路好运姐、卡莎辅助，出装是炉灯、巫妖、沙漏，沙漏现在太贵，不要。第二演出下路好运姐卡莎辅助机器人拉克斯，前面讲过的咱们就不讲了，如果你低分段玩辅助实在不知道玩谁，我推荐玩一手拉克斯，拉克斯前面讲过的咱们就不讲了，如果你低分段玩辅助实在不知道玩谁，我推荐玩一手拉克斯，拉克斯这个英雄线上消耗狠，做事也容易，而且和拉克斯配合 AD 不坐牢，最多就是怕钩子半鸟机器人就行了。那就这
打，类似好玩，记得半鸟建模，打野艾克剑圣，艾克在低分段胜率很高，学会看地图捡人头就行。剑圣在低分段没受到太大影响，不会打就办了。中单威古斯、菲兹，中单这边咱们专门讲一下小鱼人。小鱼人在高分段表现普通，但是低分段已经杀起来了。现在小鱼人七级，搞一点 AP 装备就能一屁股坐死远程兵，清线速度得到了巨大的加强。前期小做一下牢，中期就能游走起节奏。出装是炉灯巫妖沙漏，沙漏现在太贵，不要第二眼出。下路好运姐卡莎，辅助机器人拉克斯。前面讲过的咱们就不讲了。如果你低分段玩辅助实在不知道玩谁，我推荐玩一手拉克斯。拉克斯这个英雄线上消耗狠，做事也容易，而且和拉克斯配合 AD 不坐牢，最多就是怕钩子半鸟机器人就行了。那就这样，我是安斯，感谢你看到这里，辛苦了。那最后吃相，这期我多兵了，然后没有后，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局面。哦，我们多了两只兵，然后皇后已经兑换掉了，这个局面比较没有太大的一个危险，正常出子换位，然后进一个多兵残局，迈向胜利。这边小心不要被他奇怪的一些战术给弄到。好，生根，这个有没有危险？如果我吃他是什么情况？我吃全新无敌胶原霜，全各位西洋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皇家西洋棋学院，我是瑞老师。这个兵，生根，我吃的话，他可能马吃。还是给他吃，然后我狙过来抓。啊，算了，我不太想算这个什么啊，吃掉吗？吃掉像吃呢？吃了。
电量有优势，利用自己强大的打钱能力去压开始起飞。剑圣、凯隐、男枪、螳螂和虚空女说我像吃呢，像吃是一个屁，呵呵，因为像吃的话掉狙，所以我这边必须走的。啊，多两个兵了，下一步要砍这个马，把马进去，合理的一步棋。然后呢？换掉，跪起来守这个兵。偏见，别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别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闭上嘴巴，不做挣扎。Sure.
生命的无常。来饮一首老诗，喝一杯老酒，闭上我去，闭上我花。窗前谁人都可以
情林中听我重复聆听我空灵听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又会怕有一天会跌倒No
Nommé cette année dans la catégorie révélation soliste instrumentale et Béatrice Béroux au piano. Bravo et merci.
YouTube Music Premium， 让你完整掌控你的音乐聆听体验，享受零广告，下载音乐并离线播放及背景播放。试试 YouTube Music Premium， 马上免费试用一个月。Bravo, mesdemoiselles. Camille Thomas, nommée cette année dans la catégorie Révélation soliste instrumentale. Et Béatrice Berru, au piano. Bravo. Et merci. Now, hear the silence. Fixing the world, one scoundrel at a time. Thank you.
下载影片，让自己离线专注冥想，立即适用家庭方案。这一回我会心愧，雨过后会天晴，夜无悔，是白天自愧，众目转睛，雪花也未曾伤过自己，鬼色尽是脚下的泥地，只从我醉，自由犯规，有什么话题？控制力也很好。我们互不相欠，何必隔着屏幕？小傻你的偏见，别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啊、别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啊、我不说嘴巴，不做挣扎。
better square. To battle! Vengeance is not a healthy impulse. There's the bad health. Okay, villains, time to sort.